不会说很随便的那个，那边就说给你一些什么，什么时候到的。欢迎来到我最好的朋友 Sam 的私人咖啡收藏馆。对对对，只是一种方式。喂。三咖啡在这里，我几桶都是原装的豆子，它是包装过来的。这个是蓝山豆。这是蓝山的豆。它是装在这个木桶出口。这个是科纳斯戴尔庄园的。不同，它每个庄园都不同啊。对，然后豆子也有点区别，就是它的生豆。但是每个庄园咖啡豆的庄园它都是不一样，所以它没有所谓的。属于是牙买加政府有法定产区，法定的。但是这个是 BMCP 的，这是科纳斯戴尔，那都属于蓝山一号。都是蓝山一号。对。所以它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开一个风声。反正蓝山都是用这个桶装出来的吧？没有这个桶的话，一般的话，我也这是它的标志啊。哦。因为全世界都是用这个桶装的。然后它比如说这个你看啊，它是北京的，这家公司的进口，北京的进口，哪个不同啊？我也很好玩，你看，在咖啡豆的旁边有功夫茶，汕头人的标配。标配。所以还是我好。对。我选择就是干净的烘两大豆子做。对啊。所以，可是我们又很喜欢热闹，因为每一次遇到的人都不一样，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这个80多度就可以了，不能干了。这个80多度，80度出一点点就好。太高的话会怎样？太高的话杂味很重。杂味很重。杂味很重。那当然是要看咖啡豆的品质跟那个烘焙的程度。当然你去随便买的那些咖啡豆你就随便了。也不是，就是你要看那个烘焙度，就是这个豆子烘到多深。那么越深的话。它的豆子不是越松吗？我们现在是深烘，深烘。所以松散的话，你如果是用高温萃取的话，很容易就把苦味给带出来，要把甜味也带出来。来，试一下，我在的时候，现在有了吗？有，但不在山大，大家。今天聊没有完。一个月肯定聊不完了。聊不完。他那个心里。其实我要去温水煲，我喝掉都见了嘛，就是不能快乐我的人而已。他姐姐去了，他姐看不见，看不见，就看到你的手指而已。哦。好，现在就给我花了，开始分。来吗？好，我来分。做汤就牛骨熬的汤，然后牛肉羹。包没有啊？有啊，今天不会做。
拜。我们要合群。你按到了。Thank you.